好，来，可以啊，讲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机，好，短按开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 S 就是速度会比较快的。那我们先切到正常的模式，快按两下，这是正常模式，时速是20。对，20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快按两下，这是如果你有速度快一点的话，时速25就20，可以拉到时速25的速度。那你今天如果在这个位置加装了一个电池，它就是外挂式的电容，外挂的电池，那你再快按两下。那这边原厂是说可以时速到30，只有加电池的状态之下可以这样操作。OK OK， 谢谢。